不过呢，最近我就发现好像你的动作真的也很多哈。本来你看我这么一说，请亮颖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个动态。我发现最近你基本上已经包揽了所有的电影的主题曲，还有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歌。你是要把其他歌手都逼死吧？不是，我很感谢这些电影方的邀请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因为唱电影歌曲我也觉得是一种情感的投射。然后我不去拍电影，但是我可以揣摩所有的故事人物，然后把自己就像是在心里面演了一遍那个人物的性格一样，然后用音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。然后我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我是歌手的时候，然后最后的这个复活赛是吗？算是突围赛吧。突围赛、哎、我没有去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离开。我当时在美国，然后前大概一个星期之前终于可以讲出来了，就是那个终结者的主题曲。所以哇，终结者就施瓦辛格他们电影吗？ Terminator， 对。Oh my god！ 哇，掌声送给亮颖，哇，太赞了。所以我也很开心。我觉得这十年以来的每一份成绩当中，我特别为自己骄傲，也特别为你们骄傲，因为是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的每一份感觉，是这些感觉促使我们很自发的想要去为这些事情努力。我们是共同努力的，所以这里面也有你们的成绩。而且呢，在《我是歌手》舞台当中呢，真的，你的歌声也实在让我们惊艳。